喺度諗緊個郭建文喺度挑機，屌你老母啊！郭建文有冇俾錢啊？你有冇俾錢啊？屌你老母！嗱，佢就話咩咧 ？Billy 哥又話問電影公司攞咗100张首映飛，之後又話30张，又話未知票價，邊間戲院？唔通要自己科水買飛啊？嚇？定係有吹水啊？咩定唔知道？其實我唔係好明佢講乜嘢。嗱，首先就咁樣講，即係咧，我就不禁咧。嗱，我就俾大家睇，嗱睇大家嗱，大家去 cap 圖慢慢睇，我放耐啲俾你哋 cap 圖慢慢睇，唔使等你辛苦啲啱噶啦 ，cap 圖慢慢睇，就 discuss 緊呢啲票，飛我就係攞撚咗啦，100张冇問題，點解我放20张上個架？嗯，文芳靜知唔知啊？因為80张我哋自己都有啊嘛，睇現場會對內部認購噶啦。你老母郭建文，你戇撚鳩啊？你有冇錢睇戲啊？屌你老母臭閪！而家系我揞揞咗钱出嚟啊，又话未知几多戏飞，几多钱张飞？嗱，老实讲，到到今日个倾偈咧，都仲系讲紧180蚊，或者二啲就睇样，三啲200蚊，多除少补写明，我都同大家讲200蚊张飞。OK， 你哋有兴趣嘅嗱，而家 confirm 咗，唔系3个钟头，15分钟，系3个钟头。嗯。應該是6:30開場，但係可能6:00或者6:02或者6:06或者6:08，唔諗知就3个钟头。OK， 睇完如果戲院係收180蚊，我收你200，咪俾翻2兜嘢你咯。嗯，貴院收160嘅，我哋睇二啲，咪俾翻4兜嘢你咯。係咁樣簡單啫嘛，係嘛？梗係要搶㗎啦呢啲飛。嗯，你啲咁嘅冚家產，翻屋企睇老翻啦，郭傑文。同埋我諗睇個啤梨晚報啊，搏鳩條冚家產，因為呢條冚家產啊，全身有病菌有病毒㗎。嗱，其實我好多 friend 因為咁樣俾我鬧咧，一句唔埋，我話俾你聽啊，唔好話你一句，我唔好話係你哋呢啲咁嘅爛鳩 fans， 一句唔埋就係反面㗎啦。你頂得蒲嘅咪大家繼續做 friend 咯，頂唔蒲嘅咪繼續屌。老實講，你就算以後暗春唔出聲，我唔撚搏你，你喺度我都見一鑊屌一鑊。屌你老母閪！佢終於屌撚到你講啲嘢嚟 peace 我，屌你氹下我，覺得你呢啲咁嘅死狗，屌你老母都叫做算撚數啦，放條撚咗冚家產一條狗命俾我睇下戲啦，又屌你老母睇下我哋小丑戲又好乜撚戲都好，屌你老母人喺度挑機，點解咧？佢成日講又吹水啊，因為佢唔撚抵得，佢妒忌你有撚牌唔抵得我啊！屌你老母，我呢個禮拜啊，仲要睇車又，你吹撚漲啊！你有撚牌唔抵得我啊！喂，你唔好諗到咁樣咁撚閪喎，用錢嚟衡量呢啲嘢，但係呢啲人就係嗰啲人，我同大家講。就好似我哋個 operator 話齋，嗱唔係我講啊 ，operator 話呢個撚就係咩啊？你聽唔到頭先？聽唔到啊！話我搞撚錯，你真係一條心做，淨係就識得做節目，做節目我哋留意曬啊嘛！佢話：屌你咪又係嗰啲匿喺屋企唔出街嘅廢青。嗱，話俾你聽，郭建文咧就未必係廢青，佢可能匿喺屋企唔出街嘅麻甩佬。係 ，OK， 喂，佢忘記咗喺個 studio 嗰度有講電話講到 ，OK， 好。我哋讲下呢个 DSE 先，同埋啲起飞从来都冇问电影公司攞咯，系佢俾我哋噶，唔系俾嘅都要搏嘅，要争嘅，都要争嘅。OK， 即系其实叫做咧，大家点解去争呢一场戏咧？就只不过因为咧叫做先到为快，是其一。嗯，其二有道具展，嗯，有明星，最紧有女，同埋有女，就系着晒嗰啲 custom 啊，嗰啲 cosplay 嗰啲咧，就系有咩美国队长系啊 ，Marvel 啊 ，Marvel Captain 系啦，咁样你咪大家去开心下咁解嘅。OK， 好啦。咁啊，其實而家都唔係好多張噶啦，屌你老尾！因為我哋個網上面好似賣咗5张啫，嚇。咁有個朋友咧，就我一陣會覆翻佢，我會退翻俾佢嘅。嗯，佢係失驚無神，入咗錢落我户口，600蚊入我哋公司户口。嗯，後來我一 check， 喂，佢又唔係我哋會員，從來未訂購我哋任何節目。嗱，你而家唔訂購，你曾經訂購過我哋有記錄噶嘛？係。咁就話啫。失驚無神就入600蚊嚟，話要當戲飛。嗱，都唔緊要，都唔緊要。我哋唉，與人為善。嗯，跟住我打俾佢，佢又話唔方便翻緊工，唔好撚訂，唔好撚睇啦。又屌你冇你，我知你可能翻緊工，即係你嗱，因為點解咧？我係老實講，我唔舐你哋係偷笑嘅，你仲想嚟舐我？好啦，咁啊，頭先嗰個就係 Avenger 4嘅 trailer 啦。咁啊，其實咧，大家知道啦，雖然我就喺度即係叫做宣傳緊啦，咁啊，其實咧都係有啲打量啊，或者即係有啲打算啦。咁啊，或者我要咁講，頭先我講過下，大家明白噶啦。因為電影公司佢有好多女，嗯 ，OK， 因為我需要佢啲女去 participate 我其他嘅節目或者啤梨晚報添 ，OK， 都係為大眾大棒福利嘅啫。咁於是乎，我同人哋係有個互動嘅，總不能夠我係咁舐人着數就唔幫人哋做啲嘢。咁人哋電影公司
喺個發行上面攞到呢啲戲飛 ，OK， 就亦都要 show quality， 譬如佢要十場八場去照包，因為講真的，今次呢個版權係非常貴 ，Adventure Four， OK， 咁於是乎嗰啲電影公司、發行公司其實都計到盡，希望開到幾多場咁樣。咁佢攞到啲飛嘅時候，就希望我哋幫手，唔好話散飛啦。咁事實上亦都相得益彰啦，因為我啱啱俾你頻道叫做開台，咁於是乎就可以有個咁嘅群體嘅 event 啫 ，OK， 而事實上。我不嬲對 Avenger 係興趣不大，直至第三集的而且確拍得好好睇嘅第三集。個結局。於是乎咧，第三集之後咧，我甚至乎有其他啲我未睇嘅 Avenger 嗰啲我都睇翻曬，因為點解咧？我驚有啲彩蛋會 miss 咗啊！即係十年內啲全部睇翻曬。係啦，咁其實都一直係睇，有兩套冇睇嘅啫。好嘅，咁跟住咧就而家咧就係、是、啊。嚟緊嘅咧就係、是、The Inhuman 而家做緊Captain Marvel 啦。咁。跟住就係呢一個，其實就必爆嘅。4月26日美國首映，香港時間4月24日。咁我哋就係睇先，係全世界全亞大區第一日。OK， 咁我哋咧嗱，如果冇搞錯，就應該係4月24日凌晨嗰日咧，即係我哋係夜晚睇啊嘛，就應該會有一場正式嘅真正嘅第一場。因為開到盡，但嗰場咧就係、是、可能係嗰啲電影人啊等等啦、去參與嘅嚇、就未必係我就唔係我哋睇，亦都太夜啦。你12:00開場係嘛？咁所以咧嗰日嘅第一場咧正式啦，其實係可能有8:00多場、10:00多場應該有啊。但係嗰啲係大家翻工時間，所以電影公司咧就專登喺乜嘢嘅第一場咧，就係、是、喺放工後嘅6:00多嗰場，因為3個鐘頭呢場戲。OK， 咁我哋會有埋 exhibition 咧，有道具展。OK。咁有迪士尼人物啦，亦都有靚女啦，咁啊，即係咁變咗就會開心好多。咁我當然，郭建文，你哋唔需要擔心我，係啊，因為我而家目面前都有幾個咧上嚟準備攞飛嘅人。其實咧，我擺二十張飛上個架度咧，就唔代表我係得20張嘅，即係冇辦法啦。嗰啲我要招呼翻發曬自己啲。啲會員啊 ，OK， 咁但係星期三即係星期嗰日係星期三啊，星期五嗰場咧，我亦都有60張飛，因為星期四又冇人搞啊，即係星期五第日係放假啊嘛，咁啊星期五嗰日咧一樣係會有女導 ，OK 最重要啊，啤你哥在場，亦都會有啲 back job 啊，亦都有道具展 ，OK， 星期四就唔搞嘅，咁如果你想先睹為快咧，其實呢套戲咧，我預計咧喺頭嗰2-3個禮拜嘅。所謂嘅收工場嗰啲咧，其實你都難買飛嘅。因為上次就知啦，睇個 Avenger， 咁我就希望即係大家如果有興趣睇嘅，簡單啲啦，上我哋個網站 Barry Mark TV 嗰度傾一傾，俾錢先 ，OK， 到時就多隨小寶嚇、啊，即係喂，真係180，因為我唔係賺你啲錢啊，咪俾翻你咯，叫大家開開心心。咁你哋又既然要睇啦，又可以同我一齊睇啦，而我又交代到電影公司嗰邊，咁日後我同佢再去溝通，喂攞嘢，冇咁肉酸啊嘛，有來有往啊嘛。即係叫啲女嚟都易啲啊。做生意咁戇鳩 ，OK， 其實得30張飛啫，我千辛萬苦先買到真正嘅第一場，得30張飛，唔知。唔會喺新界，只會九龍同埋香港，好大機會到時轉就到時改，好大機會香港就係 Times Square 啊，好大機會九龍就九龍塘，或者呢、這個啊，或者香港係希臣啦，唔知道，但係都未知，可能會改。